送了好多次了，真的。我现在啊要去婚纱瀑布了，猫咪好像没有去过齁。没有，没有去过。对啊对啊，哇，期待起来。 OK, Let's go。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我们在 Bridal Falls， 他传说中拍摄这里都是，不要看这边，这个从这边走。他说大约来回半小时吧。然后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从这样走进去。Bridal Falls 其实比我想象还要快呢。官方说要半小时，我猜这个就是加入这个半小时，要不然这个你从这个地方15分钟就到了。很美哈，对啊对啊。超漂亮的，这个就是Bridal Falls说了好多次了。真的，我觉得这样子啊，今天的新的罗浮宫，挑战这个超级美的瀑布，难得看过这么美的，超漂亮，妈妈也好厉害啊，就这样冲上来。不过这就是再见到这个是 Bridal Falls， 哇 ，beautiful， 很值得，很值得，是吧？好，目前这样子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和铃那个小铃铛，帮我算数，我以后会出更多温哥华的影片。那大家下次见喽，拜拜。